接站上去坐在后面嘛，对吧？然后它这边的话呢，如果说个非常高，你可以前后挪动；个不是很高呢，你中间还能伸个脚，这边也有很大的空间。你看着小，但是我坐着不小。如果真的男生个高的，你可以前后挪一挪，背后成年人能坐得比较舒服。虽然它车长只有5.03米，就是跟男生没有像一米那么长，所以说它的中性也比较好。先死前面，后退先行。这个修这些胶条的话，其实都是非常不平整的，这还有没有边儿的？那你看一下这个车窗的这个胶条，这边还是拍掉了，还有它的这个缝隙的话，它这个皮边的话已经是开了的，所以特斯拉的拿就是拿它的这个来说事儿的话，不行。说一下，因为第一季度刚结束，他们都伤掉了，全都在休假。这是俺们家公司。哦，好像是俺们浦江浦。哦，괜찮은데？哦，되게편한데요？여기나온다고했잖아요。